这是一方山水大会之地，这是一条大江，现在是水库，向上来水。右前方有一条山沟，山沟来水跟大江水在这山脚下交汇，这是水去的地方，去水口。这是潮岸山的方向，水非常漂亮。这是右前方，右前方有一条龙脉延伸到这个江滨起风，犹如神龙。这是右边的山峰，这是后面的徐星，结徐之山，徐位就在这个山峰的山脚下。这是左边的山峰，观瀑非常好。明堂非常宽阔，罗城周镇，两水交汇，向上来水，这样一种格局，这样一种山水组合，是不是非常漂亮？算得上一方不错的宝地吧。我们再详细的绕拍一遍。这方地可以说是一方非常不错、难得的一方好地，非常不错吧。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点个红心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